最后一首，可能这首歌呢是一首就是我们模拟那种爱情电台所写的歌。这首歌呢，一开始我们在去表演的时候，大家好像都不太能接受得了，觉得是一首什么曲啊什么的。其实这首歌我们写的非常认真啊，非常按照那个 Broadway 的那个形式去写的，也是我们自己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很满意的一首歌。所以我们总是会把它放在这个演出的比较压轴的位置去唱它，然后希望能够为它正正名啊。就是其实这首歌写的比特别认真啊，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个这种爱情电台的要不放个，我们来一个健康老师给我们来一个那种比较俗的背景音乐吧。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。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，一份感动？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别人羞于表达的真心话。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，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、理解与信任。爱要勇敢的说出要不你们喊两声，我们一起。